创意理财尽在运通。财富指挥官，财富涨停板，而且呢，日日有惊喜，档档有行情。各位注意啊，今天是周末的时间哦，我们一起来验算，一起来见证一下。那么，从拜登啊可能宣布当选到现在为止，我跟各位所提到的4968的利基，现在来到360块钱创新高。我跟各位提到的时候，只有250、240。6531的艾普，那么我跟各位提到的时候，只有340、350，今天来到430块钱，而且是直接攻上涨停板。3661的世新科，一样的，又到了收盘的最高价，来到631。我跟各位提到的时候，还没有500块钱呢，亲爱的投资朋友，今天来让各位亲眼看到好不好？我知道最近在讲 IC 设计的分析师很多啦，但是能够像黄靖哲一样让各位亲眼验算、亲眼验证的，而在节目上直接让你看到的，我相信这最为可信了吧。我的节目从来没有天上突然间掉下一台股票说哇突然涨停板，当然当冲例外，当冲有的时候是每天的流水理论判断，但是我什么时候给你从天上掉下一只股票？哎，我昨天没有讲过世新，今天跑出来了，我昨天没跟你讲过利基，今天跑出来了，没有吧？别人的节目都这样做啊，所以我相信今天第一件事帮你亲眼验算是那是很重要的。那要做什么呢？注意，我不是来跟你算说绩效有多少，我们节目不做这种事情，我是要跟你一起来分享这个经验，顺便帮助你啊，一起在做多、努力做多的过程当中啊，一起找到方法，好不好？然后达到什么？日日有惊喜啊，当当有行情啊！各位 IC 设计这么强啊！第二件事情我要稍微讲一下下啊，最近呢有很多朋友打电话来，那听说啦，我只能这么形容，听说有些同业都说啊，黄靖哲只会做生技。我真的必须要讲一件事情了，讲这个话的同业啊，你自己可能要好好想一想一件事。如果我不会做生技的话，我的家族不可能到今天啊还这么健健康康，每个都活蹦乱跳、啊、早就在年初的武汉肺炎1月16号的电子股摔了3600点，早就已经全部摔扁了、啊、同不同意啊？那我问你一件事啊，生技股是今年才发生的吧？那我去年在干嘛？我之前的27年的分析师在干嘛？不是在做电子股，难道做什么？所以啊，讲这个话的，如果你去外面啊，你正在比较的过程当中，比较黄靖哲跟某个分析师，然后那个某个就跟你讲说啊，黄靖哲只会做生技，我真的必须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反而要问他说，你不会做生技怎么活到今天呢、啊？你的会员怎么可能到今天还活着、啊？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千万不要把一个分析师给定位了。之所以跟各位谈生计，是要各位求生存了、啊。之所以跟各位谈生计，各位注意哦，我到现在还在谈生计，而且绝对不是像那种216块钱叫你去买生计股，然后现在说，哎，听说疫情又来了，我们再去买恒大，一个缺口，两个缺口。你去看这一期的《非凡商业周刊》，这绝对不能乱写。这一期的《非凡商业周刊》明天出版的，你会拿到手上。我有没有跟你讲，恒大不能买了？我说到处都有口罩了。我说这次的重点不在恒大，反而是你应该怎样？他已经在给你预示说，未来这个新冠肺炎会被人类打败了，所以航空公司上来了。年初的时候卖航空公司，卖旅行社，年尾的时候把它买回来。年初的时候买口罩，年尾的时候把它卖掉，懂我意思了没有？这才叫做分析啊。同样的电子股也是一样啊，我们现在先从这里回来好了。所以今天来还是跟各位讲一件事情，所有市场上的事情以本节目讲的最为标准，该让你做什么动作你就做什么动作。还有人啊，不要跟过去谈恋爱，做股票没有看回头的权利啊，过去只是让你参考，懂我意思了没有？如果1月16号的当天你还在留恋电子股，你现在当然赚不到钱。如果现在呢，你不赶快啊，哎呦，不赶快布局拜登概念股，还在川普的话，你当然赚不到钱。我们先来见证一下好不好？来，11月5号，
一副拜登当选，因为不能写拜登当选啊，拜登当选我违反电视的规则啊，因为到现在为止拜登都还没有说他当选啊。但是11月5号早上9点多的时候，是第一次大家觉得拜登会当选了。如果拜登当选，那么又是赚价差的大好机会。注意，受益电子大捡便宜。当时我没把名字写上去，答案就是世新科。我相信各位应该很清楚啊。答案就是利基啊。所以11月6号的时候，10月16号的时候，我已经跟你讲，你回神了没有，亲爱的投资朋友？我的节目不像别人的节目都没有标题，我跟你讲一件事啊，不然这样好了，黄老师以后节目也不要下标题好不好？这节目最好做，反正我昨天讲什么股票你也不记得啊。但是我为什么给你下标题？我为什么这么有信心？我说因为我看出这个行情啊，因为我认为我会看对，所以我会把整个行情那么一五一十的跟各位讲。我从头到尾在节目上都是直接让各位来做亲眼看到的。你认为这个是不是最值得各位信任的节目？我的四星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我的利基是地上捡回来的吗？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讲说，各位你在看节目的过程当中，谁在帮你，谁只是在讲话术，什么黄靖哲只会做生计，那你干脆讲说我只会睡觉躺着不要做事好了，那不是讲笑话吗？我还会生小孩的，我要养小孩，是不是啊？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所以呢，所有的事情都是要帮助各位一件事。第一个，坚定信心，帮助各位一件事。注意哦，指挥官给你拍胸脯啊，蹦蹦蹦，听到没？蹦蹦蹦蹦啊，跟各位讲，这个很大的多头，一定要做到什么地方？做到你跟我两个搭上航空公司，而且呢，我们敢出国旅游为止。在这个出国旅游之前呢、啊，中央银行。各国央行会不断的撒钱下来，你就记得这句话就好了。做到你跟我有一天可以出国去玩为止，好不好？那这段时间里面怎么样去做多把握行情？我一直跟你强调，做多把握行情，当冲有方法，选股有策略，而且呢，看到没有，带你做生计趋吉避凶，有口碑啊，亲爱的投资朋友啊，做对了，日日有惊喜，当冲的嘛，周周有行情。现在两个礼拜了，四星有没有行情？啊？亲爱的投资们，连长荣行都有行情啊！我们有布局这个，我直接告诉你，没有关系啊。所以我说过，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我们先简单的讲一下好了哈。好、哦，注意哦，我都还是说我们有客遵法令哦。这里面有一个叫做盘中九市，最近都是长红啊，这叫瞬间市啊。第二个，你要抓住时间命啊，长红的时候什么时候最好？一早开盘最好啊，因为一早开盘，所有准备好的钱就会进来了。而且大部分呢，好吧，讲一下内容给你看好了。大部分都是前面都还没涨的股票，大部分都是前面还没涨的股票，有没有发现？大部分都是前面还没涨的股票，这个3687，但大部分前面都没涨。但是它一旦来了，亲爱的投资朋友，100万融资不多吧？价差一块钱，100万融资价差可以买40张，没错吧？哈，亲爱的投资朋友，100万融资可以买18张，没错吧？所以前面的时候，你看这个全部都是一路向上的情况，你就要赶快动手。我们等一下第二阶段再来讲这个。但是我就这么跟各位讲，亲爱的投资朋友，现在你都不要想太多，你只要记得一件事，你要找到能够起涨，起涨要看什么？要看第一手，你只能买在起涨点哦，千万不要跟人家去追高了，追高你真的不好谈呐，啊，真的追高就不好赚，追高你真的找自己麻烦。像我记得以前吧，好就直接讲恒大好了，好多人到200多块钱的时候跑去买。现在我认为你的恒大只能配股了，我真的也帮你想不到办法，因为两个缺口已经出来了。等到第三支疫苗出来的时候又缺口，是不是？所以买股票要买在什么？买在那个低点的位置，看到没有？来来来来，这个多帅啊，多好啊，多好！各位看到没有？啊，拜登刚当选，大家还讲说。怎么拜登会当选呢？哦，还在讲说啊，会不会坐票，会不会干嘛的啊？先不要管那么多。美国当时我是不是告诉你，美国是个很有制度的国家，票多了你就大差不多要赢了。但是呢，有没有瑕疵？有，川普一定会被很有尊严的下来。所以各位记得一件事，那个第一个消息来的时候，一定是第一手，赚钱一定有，对不对？所以你要买在什么？买在这个大股东，最好你跟我买跟他同步。什么时候跟他同步啊？有些事情一出来的时候，我常常讲说，如果你要比大股东更快的话，只有一个叫做政策。
因为我相信啊，就算是郭台铭先生啊，就算是这个台湾哦张忠谋先生好，他也猜不到说哦到底谁会当选，所以政策可能比公司还更快。一想，哎，拜登当选了，还有咧，政策来了，早上才跟你说我不要卖给华为，晚上开小门，这个人不是别人，这是川普的部长，对吧？川普的商务部长，这个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来，有没有事前预告？我先准备好两个脚本的咧，另外一张叫做川普概念股哎，因为我在股市现场必须要两头都要讲嘛，但是我一定先准备好，准备好才会赢啊。哎，你的分析师整天在讲四星的，有没有像我这样的证据跟你对照啊？我后来才想到说，哎呦，后面要赶快印出来。但是十一月五号的在这里绝对没有错，十一月五号在这里绝对没有错，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哦。每个都讲个五六只停板，但是问题是第一只停板你要拿出来给人家给电视机前面的朋友来做印证，代表我们真的有切入，代表隔一天不要等隔一天上来还没有人在讲呢。啊，等到后面他发现说、哦、不对哦，他一直在涨的时候才跟上来、啊。同样的，4968的利基，我怎么跟各位说的？我说这个四星科一旦开放的时候，是不是准备要开放比较中五 G 的、比较简单的一些手机，让中国大陆也能够跟上去，轻轻松松的。虽然是300块钱的股票了，但是各位看到没有啊？价差也快要来到100元了、啊，91块啊，快100元的话，快三成哎、欸。三成多了，还创了新高哎！在各位还在讨论到底谁是总统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想过啊？利基是号称90块钱的价差、啊，同样的，这是号称100，一个是100了，我们就算100，它开好省了，就85啊，好不好？149算150好不好？各位看到没有？艾普今天再次攻上涨停板，这80几耶，哈、啊，这也100了呢。一张一张，不好意思讲，一张都是10万块嘞。这张10万块15万，10万块15万，那这张我就记得了。好，来，赶快留给你看。我称它拜登三号。有的时候做股票真的给你解释太多，你也听不太懂，干脆就跟他讲拜登三号。结果这三档股票上来，后面是不是一堆都在跟啊？所以，我跟各位讲说，各位注意一下下，股票市场里面，你一定要知道说谁是真正的把这个头给抓出来的人呢、啊。所以我希望所有朋友今天不要想的太多，来注意哦。我现在先跟各位拍胸脯，你说拍胸脯是什么？不是拍我的股票，拍我的股票犯法，我们要特遵法令，知道吗？我的意思是说，注意哦，年底啊有很多在做账，这个是我最近才发现，我不会像你们老师天上掉一只下来。刘老师，你为什么最近才发现？各位来看一下，来，这次我们没有就没有，因为反正我们手上有利基，我干嘛每只都给你买？那么3041的杨志有没有发现啊？2454的联发科有没有发现什么事啊？等一下你就会知道了啊！我们也是有赚他的钱，对不对？这个也是可以赚。简单的说啊，你有没有觉得联发科集团在做账了？注意哦，联发科都想做账了，甚至联电集团早就做过了啊！不是联电集团，总之年底做账的电子集团那就不是一只股票了。所以为什么敢跟你拍胸脯？我说这次后面好的股票会非常的多啊！你还是记得我那张图吧？我不晓得有没有再带一次了。总而言之呢，那个最惨的时候，4月15号，中正机场一个人都没有。我们有一天一定会恢复到中正机场一天出国的量是13.2万人啊！那个才叫做经济恢复啊！不然大家都不能出国。你看走在路上都会遇到蔡依林，是不是？遇到什么张钧甯，他们都不能出国。阿妹要在台东演唱，这不是个正常的社会好吗？不是正常的时候，央行一定会给钱。给钱的时候谁先涨？啊，给钱的时候谁先涨？涨停，涨停，再涨停，假期当中赶快办好手续，日日有惊喜，当当有行情，想办法赶快跟上来。咱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大选过后回归市场，生技加科技共创荣景。运达投顾黄老师，双季无敌888，双季无敌888。
最耀眼的双季时代，与您共创佳绩。直播专线02-2781-0909，2781-0909。三倍券小 case， 振兴3.0，超值又加料，给你鱼吃，再送你钓竿，轻松获利又练就一身功夫。刷刷线02-2781-0909，02-2781-0909。市场唯一，生技加科技专家，流水理论超越市场，趋势大师黄老师，当冲正中，时间密码，当冲加波段双向获利。刷三线02-2781-0909，02-2781-0909。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虽然我每次都要念一次啊，本节目客遵法令啊，那么个股非绩效仅举相关例子，其他的你自己想。我说这叫良善分析啊。那么有些人说这个行情里面啊，那个绝对没有当冲的啦，什么这个赚一整段绝对比赚一天多啊。各位知道为什么要当冲吗？我现在讲一个例子给你听，注意哦。网络上很多人说叫你不要钱去交当冲，我告诉你一件事，没这回事啊。我也不好意思讲说，如果你真的很会做的话，当冲跟波段其实两个都可以在你赚钱的过程当中想尽办法去掌握。什么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好了，这个叫做3083的网龙，好，3083的网龙。那网龙以这个地方来讲是很像底部，对不对？然后就进去了嘛，啊，这出量，这看起来是很正常了。现在我们当作他不知道，好不好？哎，万一礼拜一的时候网龙哎开平盘砰掉下来呢，那就没了，对不对？不是这样子吗？所以往往在底部啊，刚刚上来的第一只啊，你不知道这只是真的还假的，因为它可能上去之后虚无又下来又回去了，那你又白等了啊，又一年啊，一年两年三年又在等，那这时候什么最好赚？先当冲一次最好赚嘛。所以底部刚刚开始起来的那个时候，是选择当冲最好的时间点啊，亲爱的投资朋友，这叫天王传承啊，业内高手啊。我当然不能跟你讲说我的师父是谁，那不得了啊。总之呢，那个是成就是非常惊人的。所以我跟各位讲说，各位注意一下下，有很多东西它有很多很细致的性质，不是说啊今天啊那老师可能完全都不会当冲，就说啊这当冲是不好的，我说这也不对。你要当冲我也可以帮助你，但是我希望各位当冲可能有没有时间有限啊，你不要说一天要冲五次，哪有可能啊。我一天一次两次，那两次我就真的是可以对得起大家了，各位注意。那其他的东西呢，都跟各位来直接做印证的。来，各位看一下，你的分析师曾经有一个直接告诉你，如果拜登当选，会什么股票当大涨吗？你的分析师有没有人告诉你说，原来是美国的商务部开了小门，所以市心会大涨，而且是在事前就告诉你，而且事后呢很公开啊，我们直接这么形容一件事都是公开啊。都是全部都公开的，而且这件事情绝对其来有因嘛，有原因嘛，这个时候还没选嘛，这事情一定是其来有因。你说今天茂迪他们大涨，跟他也有相对性质的关系，没有错吧？我今天就拿这些跟你来做对比就好了。因为我常常发现一件事啊，做节目现在为什么要等到今天才做对比？因为哦，我一开始讲啊，每个老师都通通有爱普，啊。来来来，我赚的比黄金子还多，我赚多少？赚500哦。来来来来来来哈、哦，那个什么什么啊，我们这个4968的4968，我看的比他还好。我看很多时候股票一涨上来哦，很多我说啊352，或许我们在这边调节或怎样，就有人给你看400，就给你看550。
股票市场都是这样子啊，你都听那些的，难怪你赚不到钱啊。你有没有想过350再进去的时候将来要涨到400，那个是比250要涨到300要费两三倍的力气啊。低档涨上来很轻松，高档再往上去的时候那就要费尽很多千辛万苦的力气了，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跟各位讲说，想办法低档的时候进来，对吧？啊，你不要等到创新高的时候再来说，哦，四星利基好棒。我说有的资讯，我会一直跟你强调，虽然这个资讯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讲说对公司内部的了解，没有人比大股东更知道，包含我在内也不太可能吧。我后来想了很久，我知道这个东西是超越大股东的。因为政策或者产业上游啊，你说老师怎么知道说嘉登要大涨？很简单，你懂台积电的话，嘉登就会大涨，懂不懂我的意思啊？哦，所以这个方式你请你学会，能够想要领先公司跟大股东，只有黄敬哲老师知道，从政策跟产业上游还有国际趋势去找，还有什么武汉肺炎去找啊，对不对？所以我就这么跟各位讲啊，这档请你好好掌握一下哈。产业上游都已经上来了哈，请各位一定要好好把握。同时呢，我就这么跟各位讲说，各位，时间上来转到哪边去？来得及吗？这里是转到这里 ，OK， 来从这边来，各位注意哦。那我说过，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将来你可能会第一个，我有机会再讲盘中九市，这除非上课，不然来不及。时间密码比较多一点，尤其是现在都是长红棒。长虹棒的话，通常是开盘没多久都弄产业关联这个地方，你可以学习。当你3661的世新科，其实我就觉得你的老师也是有学产业关联的、啊。你看他们都在喊6533的星星科，对不对？啊，我当然不可能两只都喊，因为不可能你两只都做波段啊。拎到不是王永庆啊，对不对？但是隔天呢，隔天换到谁？隔天换到这边来，隔天换到这边来。对呀、啊，世新科最相关性最高的叫什么？叫创意。所以你100万拿来做创意，5张多就好了。啊，3张就好了，你当天你就可以收工啊！你还干嘛？你家里还留着四星科，然后呢，你还可以赚创意的钱，对不对？家里还留着四星科，你还可以赚旗宏的钱，不是这样子吗？啊，家里还留着利基啊，利基是做什么的？做射频天线，射频天线最需要什么？最需要散热嘛。你家里还留着利基，那是不是？对啊，那射频天线都好了，怎么可能散热会不好？是不是啊？然后呢？你以前做过的，对哦，这次到底太阳能是不是真的？坦白说，这次太阳能我没那么有把握，我直接告诉你，顶多就是整理，没关系啊。我怎么告诉你的？我说第一支上来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不对？啊，你就乖乖做那一支就好了。结果它是真的，对不对？哦，它可能比较像真的，至少它有3根红黑棒，它至少呢，这个叫什么？6244，然后它比较逊啊。你要是后面这两天做就没钱了、啊。是不是第一根上来的时候先做当冲是最好的啊？是不是第一根上来的时候先做当冲是最好的啊？听说冷链有啊，就做这根就好了。后来两天没涨，没关系，不关我的事，好吗？不是这样子的方法吗？这就是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人家说什么不要做当冲，你不要做当冲的话，我告诉你一件事啊，难怪你手上啊30几档股票通通跑不掉啊，每天都买一下就等在那边等，买一下就奇怪，昨天买的有涨停啊，老师今天追涨停，有的还很厉害。我举这个例子好了，来举这个，啊，有的很厉害，就直接叫你追涨停板。到了不，老师看，糟了，没股票啊，这没有股票可以讲啊，等到这边涨停板call进去啊，还好收涨停，拍拍手放烟火，结果礼拜一没涨，他又忘记了，是不是？早一点当冲，早一点起床把他股票冲一冲，对不对？今天盘一后来就没上去啊，他就又下来啊，不就是这样子吗？啊，亲爱的投资朋友。哦，这是当冲可以做的地方。当冲是为了保护你的资金，保护你的短线，懂我意思了没有？那么后面假如有上来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的可以一路做上去了嘛，你就可以很清楚的一路做上去了嘛。我们也不是只有这个所谓的利基啊，光环这种小票啊，给减谈好不好啊？卖光咱拢无谈掉，好不好？都有啊。亲爱的投资朋友，我讲了这么久，讲了什么股票？老师我不知道好像什么利基啦。艾普啦，四星啦，我说我6个字母，5个字母帮你讲定了，啊，一个叫做 HPC 啊，如果你再把它缩小叫做 AI 啊，另外叫什么叫做 5G 啊，搞定啦。川普打中国大陆打什么？打 AI 嘛，打什么？打 5G 嘛，就是这样子嘛，打什么？打你的手机嘛，打你的飞弹嘛。
你只要掌握住第一档，后面都是你的。所以做股票厉害的是什么？是鬼股骂涨，你把那个骂涨头压起来掉，后面是你的，想要当冲就当冲，日日有喜；想要破乱就破乱，挡挡有价差，这才是做股票的要诀啊！你看我抓到一个武汉肺炎，从恒大这个没有时间再跟你复习了，恒大热映这样一路是给你过来，康纳香这样一路给你冲到今天，那时候也有当冲啊，谁说没有啊？来注意哦，这一出来的话，哇！等到这大哥说 OK， 开玩笑，那一整个集团就上去了，联发科一上来的，什么金星科，那个杨志全上去了。这个，我告诉你一件事，台湾还没涨的股票很多啦，尤其是这种多头啊，欢迎各位想尽办法跟上真正对的方法，给你对的希望，而且给你对的多头行情。做空的就不用问他了，知道吗？来，年底现在干嘛？大家拼做账的啦。我可以告诉各位啊，连你想到什么玉龙集团的那些都可能有，但是做玉龙探险版哈，电子股，啊台塑那些都有，年底做上电子股，等到你这个龙头一抓出来，一档接一档，涨停再涨停，涨停涨停再涨停，先请你办好手续，那么跟上这个年底做上电子股，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有信心，对行情有信心，对指挥官有信心，我们等您电话。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每大选过后回归市场，生技加科技共创荣景。运达投顾黄老师，双季无敌888，双季无敌888，最耀眼的双季时代与您共创佳绩。直播专线02-2781-0909，2781-0909。三倍券小 case， 振兴3.0超值又加料，给你鱼吃，再送你钓竿。轻松获利又练就一身功夫，刷在线02-2781-0909，02-2781-0909。市场唯一，生技加科技专家，流水理论超越市场，趋势大师黄老师，当冲正中，时间密码，当冲加波段双向获利。刷在线02-2781-0909，02-2781-0909。预防电器火灾，用电不得超载，电线不捆绑。